各位好，咱请就坐，好，咱今日开始上课啊。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啊，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哎，我伫屏东。潮州出世的哈、啊，所以我是高屏地区的平埔族，叫做马卡道族。哦、啊，这个族可能较少人知影哈、啊。这是伫社长庭咧做公司市长的时候，有为着因为要纪念阮马卡道族，所以伊伫这个纵贯线的铁路边啊，有开一条路。加合作马卡道路，那咧纪念啊，我咧这个作哈，啊，有个人可能歹记，我你嘛用一个比例来，互你记得，该好记，就是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哦，啊，火车来弄咧包好势哈，啊，台湾足侪问题都解决啦哈，啊，马卡道路哈，你来记开。谢谢。那么我今天要讲，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个题目是真大啦吼。但是我想讲，初级班恁咱先用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台湾若要国际地位正常化，我看咱台湾人先爱正常化。哎，听起来，改成台湾人拢无正常。确实，你个国民党价格拢无正常个。你甲看最近，即、這个咱咧食个即啥物油啦吼，无论是伊是啥物大豆、花生，还是啥物橄榄，即个油做出来，拢甲你乌白蓝、乌白头，吼。即个食品，即是民以食为天。最重要的人民的生活，食这个问题，都管理袂好势。啊，人日本人来甲咱管五十冬，咱台湾人的信用迄阵是偌好嘞，迄阵的治安是偌好嘞，哈，也在讲门不闭户，哈，路不拾遗。恰恰，阮爸爸因咧讲诶，讲出来话就遵守啊，免阁签啥物合约。啊，对嘛？咱伫中国国民党的系统教育落来的人，对嘛？拢足够骗的。合约书写一本才搞搞，还咧出问题。啊，较早阮爸爸妈妈因一代讲出来，答应人个讲较惨死，哦，拢爱收这个信用，哦，啊，所以真可惜。1945年10月25日。中国人来开始管咱台湾，代理美国来了，甲咱管理了。台湾人迄个价格拢变，跟中国人同款拼起去啊！吼、哦，较早咱台湾人守时、守信用、吼、哦、守法，咱即马甲他讲守时啦。日本时代的火车，拢讲咱就拢讲慢分尔，换中国人来。1945年来讲误点啊，啊分甲点是差68呢，吼、哦，啊所以中国这个真正是奥赛的这个文化，中国人去到全世界，拢互全世界人嫌，所以拢会排华，啊所以咱像那日本时代早期，吼、哦、唐朝的时候，迄阵中国算较强大。所以日本有迄个遣唐使，迄等于讲出国去留学，去学中国较先进的。迄个呢，剑术也好，茶道也好，吼、哦，书法也好，拢学得来。但你看因的剑道，日本甲发扬光大，光吼、哦、啊，茶道嘛同款，拢甲发扬光大，书法嘛同款。日本人真臭屁讲，若要看。书法要欣赏茶道，哦，要看剑道，来阮日本看，哦，表示讲已经
亲宜兰胜宜兰，哈、哦、啊，过来就讲明治维新，日本干呐都短短二三十年，哈、哦，以脱亚入欧，就是讲要脱离中国迄个歹的文化、迄个思想，所以因学德国、去德国、去英国、去美国，哈、哦，去学真一个较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技术，哈、哦，包括陆军的战术。哦，去甲德国学，哦，所以日本伫近代的时间就强盛起来。一定伫甲午战争，甲中国迄阵大清帝国，迄阵号称了全世界争第四名的海军，甲打败。我迄北洋舰队拢是拢足偌只，但是日本拢甲英国、德国买来卸甲迄个驱逐舰迄类的战斗舰，足灵活。啊！人伊日本的受训练是做军事的，就是真正一步一卡印，唔是中国人拢干那讲买炮、买较大机的就好啊。啊，拍的准，拍袂准无关啊！当然会拍输啊！吼、哦，我、啊、这简单先讲者，咱家己什么新闻，咱拢爱先了解。台湾到底目前国际地位啥款，咱来了解吼。哦，我即马一人一人看来解说了哈。啊，从龙机他删唔掉。台声调一下吧。不会动。还是你用手动帮我调一下。好，首先咱来讲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内文有讲，是大清的大皇帝将台湾甲澎湖割让予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好，为遮看个就是讲是皇帝割让予天皇。好，啊，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就甲包括澎湖，包括钓鱼台，拢是哈。那么过去咱伫学校所读，敢那拢读着马关条约，咱拢毋捌看到内文。好，包括咱读着旧金山合约，嘛拢无读内文。唔是咱无读着呢，包括遐大学生读法律系，因你敢问，即马毕业咧做律师，你敢问讲，恁当初捌读着？马关条约的内容无，哦，捌读到旧金山合约内容无，全拢讲无的，因为中国国民党，因就是不爱予咱知影内幕，因为你若知影合约内底所写的，因就拢一寡老鬼步啊，吼、哦。那么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好，谢谢。日本天皇摕到台湾甲澎湖，当初摕到，是拄仔咱秘书长有迄个图片有讲，吼、哦，敢那一条啊，一只敢那蚕蚕宝宝。那么因为当初大清帝国无认真要管理台湾，伊来台湾212年无在调，为北甲南敢咱开一条纵贯线的。公路，或者是纵贯线的铁路，吼、哦，所以迄阵，伊干那伫哩台湾西部遮的，也再讲叫做屯垦区啦，哦，
一撮一撮，哦，比如台北盆地才一撮，哦啊，桃竹苗才一撮，啊，台中，哦，加彰化才一撮，过来分嘉南一撮，高屏地区一撮，六个屯垦区，互相中间，那落大雨，无桥落，算断路啊，哦，所以无法度甲规个台湾整合起来。那么，佮较卖讲伫沿山公路一当遮个高沙族吼，咱、哦、个高沙原住民遮地区，伊根本唔敢入去，因为咱个高沙骁勇善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珍珠港奇袭，当时嘛为台湾派飞行机临时战斗机去拍菲律宾的吕宋岛。诶，这个，迄阵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伊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加伊个空军拍拢迄个炸派，迄个飞行机拢炸派，所以摕到制空权，然后为台湾派咱的高沙义勇军配合日本军去拍这个美国的基地，伫菲律宾的基地，两万几个日本兵，包括咱的高沙义勇军，拍赢七万的美军。因为美军伊想讲，我守头前这三面楼啊，后壁山遐悬无可能位遐来，咱的高沙义勇军就真正位后壁落来奇袭。哦，咱这所以咱的高沙义勇军是真正上会再讲上早期的特战队了，对啊。因为以前佫敢那炸一支反刀，免粮食哦，伊就有法度带山来生活，因呐，伊拢知影甚物款植物会食的。吼、哦，爱当做陷阱，掠一挂野生的动物来食。哦，所以伊看日本军伫丛林作战的时候，作对日本军因为看后勤补给部队断线，失去联络，爱家己食的时候，就是拢靠咱高沙原住民就地取材来救这日本兵。所以日本人足佩服高沙义勇军的。哦，所以咱即马伫日本的东京靖国神社。所供奉的三万九千一百的台湾的英灵，大部分拢是高沙的英灵，吼，这拢替日本伫第二次日本的天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吼。而过来来讲，1952年，日本政府是依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来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你注意是管辖治理权呢。但是主权无放弃，哦，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啊，这安怎解释呢？就敢若讲，你有一块土地，一家地，哦，啊，一年你要租10万，好，我潘良华甲你租10年，好、哦，所以我得爱100万互你嘛。这100万，我若交互你，啊，咱大叔契约写好，为钱交清楚，吼、哦、了。你得放弃你的一家的监管的管辖治理权，但是注意哦，无过哦，无办过哦，迄个土地所有权人还佮你的名。但是这10年内底，我要带监管要种山、种金蕉、种荔枝，迄是我的管辖治理权啊！你等于放弃监管的地上的管辖权，这是讲这意思，哈、哦。所以，敢若放弃地理管辖治理权，主权、所有权人还佮是日本等于日本天皇的名，哈、哦。过来，目前台湾甲朋友，还阁是伫主要占领全国，一个叫做美国，伊个军事占领中，哦，啊，较等下我会讲一寡伊个法理依据啊，甲伊个迹象哈。但是即马虽然美国军事占领中，但是伊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哦，就是前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咧代理管理咱当中。先啊，当初是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蒋介石，伊派部队来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嘛。好、哦，以后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还佫跟定一个台湾关系法。啊，这台湾关系法内底的，刚才在讲何做何，袂再佫讲中华民国这个名，因为断交袂再佫讲中华民国，所以爱讲台湾地理当局，好、哦，应该讲。台湾 authority， 好、
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啊，我大概有列一百项，哈，我今仔可能提几项出来讲，哈，来跟大家探讨。首先，头拄啊，咱来知影讲台湾的即卖目前状况是安怎，就是日属嘛，啊，日本天皇的，属日本天皇的，但是是美国占领，简称日属美占嘛，哈。啊，那么到底咱的新闻安怎？那么爱了解啊，好，好。首先你来看，当初到底这西部海岸这浅黄色这，就是拢咱平埔族。诶，咱平埔族，我有十族的呢，唔是讲高沙族有九族，还是十族，还是十四族。当然，你高沙族因为一直增加嘛，有诶历史诶嘛，有诶拆开啊，吼，像较早南苏哈，南屿遐。咱迄阵拢甲讲阿美族，其实即卖因拆开分做叫做达悟族，哈，对无？好，啊，咱即卖看，咱为遮宜兰遮开始看，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啊，那么台北地区遮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哦，就是阿扁啊，甲迄总统府头前迄条较早叫做介绍路介绍路吼，即卖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咧。纪念当初台北地区遮个平埔族的原住民，后来啊，那桃竹苗遮或者道卡斯族 （Tokas） 哈，啊，那中部遮就有三个族伫遮，吼，即个台中啦、中华南投，哦，遮有帕菜哈，啊有即个帕普拉，哦，或者帕普拉，啊有马布萨，哦，即三族。那么嘉义、云林嘉义遮就是有一个叫做洪雅族，吼、哦。来到台南地区，即族上大族，平埔族的即族上大族，叫做西拉雅族。那么西拉雅族佫有分两个支族出来，一、這个就是高屏地区即、這个哦马卡道族。那么另外一个伫迄个小林村，即个2009年八月七八。迄、那个莫拉克风灾哈，灭村哈，迄、那个叫做大满族哈，啊，我是属不满族去做的，哎，而且村管不足啊，啊，所以为遮你甲看，平地遮的平埔族，大部分的语言拢丧失去啊，甚至连因的文化，我差不多拢无去啊。即马较要有留咧，可能就克马兰族，啊，甲西拉雅族，只要有一部分，像西拉雅族有迄个业绩，哦，像小林村嘛，小林村业绩，哦 ，OK， 好，啊，高山遮，好、哦，我就不讲啊，哈，因为高山我较不熟了，哈、哦、，OK， 好，啊，变啊，看讲咱是平埔族，有一个简单的检测方式，就是你手甲弯起来，只要有一条。凹痕呢？你就是标准的平埔族哦。你弯小块头啊，你啊看你老一条顺就是啊。过来，就你的脚尖甲尾仔迄个，然后鼻顺呢？哦，你那暗时啊，等于吼，尾仔腾开，你甲注意看麦哦。然后鼻顺呢，迄种平埔族的，吼、哦。啊，过来就是讲看皮肤，哦，那像我这样呢，吼、哦。差不多行路都超一大吼，高温色的吼，我那是啦吼。好，啊，咱来看讲是安怎，咱拢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好，啊，这个原因就是伫1952年，日本甲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这是拄啊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刚签的，就是1952年。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生效。迄个时阵，中华民国兼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代表伫迄个旧金山合约内底签字。旧金山合约内底是有51个国家伫旧金山，美国即个旧金山遐开会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但是有开会，但是。三个国家无签，一个苏联，一个捷克，一个波兰，这三个国家无签，所以有48个国家有正式有签字啊！啊，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要邀请去啊签字啊！
因为迄阵国共内战结束了，虾米人要代表中国？迄世界也大家了咧火咧，吼、哦！啊，美国也无希望哦，共产主义的阿强啊，哦，代表去签，吼、哦啊。那么是尾啊，旧金山合约和平条约，1952年四月就被生效了。在美国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走路来台湾这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爱签一个台北合约。台北合约签，但是要到八月签过，吼、哦，要经过差不多四个月了，较生效。啊，迄、那个台北合约内底第十条讲，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已经有摕到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些人，吼、哦，就是走路来遐吼，遐、哦、因已经摕到。啊，不要个就包括前属，包括以前的属于伫台湾甲澎湖这些住民，就是咧讲咱的阿公阿妈，包括所生落来这些后代。哦，所以伊就安尼甲你分啊，吼、哦，视同，甲咱讲视同中华民国国民。视同感知，唔是嘛？卖一句那个原住民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意思就是你唔是人的意思嘛？我把你们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就是你唔是嘛？而是为了管理方便，所以暂时把恁当作我中华民国国民来款待、来管理。哦，所以恁来领我的中华民国身份证是安尼来。好，那么只要那台湾人无国籍，这就阁牵涉到讲，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建交，因为等于就是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嘛，断交，尽管这个台北合约就失效去啊，所以你袂当阁甲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啊，啊，但是1952年的时候。日本的法院去把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掉去啊！哇，啊煞两边拢无，所以台湾人煞变无国籍，哈、哦，是安尼来。好，那么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啥物所在呢？哈、哦，啊，咱要安怎恢复咱台湾人的国籍？哦，其实咱的国籍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哈、哦。啊，咱要安怎恢复？哦，啊，这就要叫。琉球有一个琉球返还模式哈。1969年，日本迄阵经济已经真发达哈，有外汇存底啊，存真济啊。迄阵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来协谈哈，协商，讲我日本爱阁开偌济代价，你可要甲琉球群岛再献给我？啊，因为迄阵美军伫遐设基地，吼、哦、啊，琉球人往那作替美国个，哦，因为伊个噪音啦、啊，吼、哦，啊，伊个飞行机有时也载落来啊，啊，有时啊，有日本大兵，吼、哦，啊，都强暴琉球个女孩子，吼、哦，啊，所以琉球人拢作想要去等于日本就对啊，吼、哦，回归日本，啊，所以日本政府跟美国参详个结果，就是美国甲开讲，你爱付我32,000的美金来做补偿，哦，啊，这条钱日本政府来付出的，好，啊，因就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规定在1972年，哦，5月15日来回归。在迄阵尼克森政府就把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台，拢总还给日本政府，好、哦，是安尼来，好、哦，啊，所以赶快接着这。赔偿战争债，因为呢，当初1945年四月七，尼米兹上将率领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我呢西作的美军呢，啊，啊，真侪美国的航空母舰，啊，是舰舰，去予日本的神风特工队，好、哦、用飞行机给炸沉的，啊，作的飞行机嘛，又拍灾了。啊，即个美国的损失，你日本爱赔嘛？哦，即个做战争债嘛，同款啊。咱台湾当初
嘛是飞行器赛去甲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行器拢讲唔歹啊，啊派咱的高沙义勇军嘛去拍，甲规个菲律宾拢占领起啊。啊，即个台湾的战争债还没有还，好、哦，所以咱得等咱甲这个战争债还了，咱才会当等于日本啊那。等于大日本帝国，咱当然就恢复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好 ，OK。那么国籍各分属地主义加属人主义。后壁的国家哦，因较先进，只要你若伫当地生落来，啊，是伫伊呢国家的训练基地，啊，是准顶所生。哦，比如讲美国，你伫美国训练基地生，你的囡仔就是美国籍啊。哦，这个是属地主义，属地主义较符合人性。你伫遐生，那伫遐大汉，你一定，你摕着迄个国家的国籍，啊，你会听迄个所在，听受迄个所在。唔比东方拢受着中国文化一摆的影响，伊拢用属人主义。只要我是中国人，我无论我搬来到底，所生来囡仔，拢总叫做中国人，还是讲是华人。啊，因，比如因去印尼。啊，是去美国，美国个 Chinatown 哦，唐人街，因拢集中伫啊，啊，因拢干那顾家己好就好啊，家己若赚着大钱，就要甲钱摕等于故乡要起大厝，要光耀门楣吼、哦，光宗耀祖，啊，无要好啊，回馈当地，吼、哦，所以造成当地人堪因格格不入。哦，因袂亲嘛，你也无要听着迄个土地，你干若要来阮遮趁钱，输阮的血，啊，输输的，你要寄转去恁中国，吼、哦，同款。因流亡，和共产党和中国遐百姓，吼、哦，甲赶来台湾。中国人就无爱，你看拢甲赶走，结果咱台湾人作祟去受着这个。所以嘛，人咧讲，哈、啊，当初。美国迄两粒原子弹来轰到台湾吼，咱家己死一挂人，但是二三十年后就 OK 啊。你看广岛长崎，嘛是二三十年后就好啊。哦，当然迄真伤痛无唔得，但是你看，咱先伸着一粒石头啊，蒋介石啊，哦，到今啊，这个灾难未煞呢，吼、哦。啊，咱台湾人本来拢讲。那阮爸爸妈妈因迄代拢会晓讲一句的，那继续安尼落来，咱台湾真嘛堪日本，甚至会比日本较好啊。结果迄个中国人来了，哇，煞堪中国迄边煞白水准去啊，愈来愈歹吼。属人主义就这个歹处，所以你看印尼咧排华，吼、哦，啊，你看迄个十九世纪迄阵，美国嘛咧排华。哦，弄迄个排华运动，迄就是讲，因无法度融入当地，吼、哦。好，过来咱来看咱台湾人的血统。有一句话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这向听起来敢那对，因为当初大清甲明郑王朝消灭了，甲明郑王朝遐西部台北了，即个部将、哦，公告人员、甲眷属拢总迁徙等于大清帝国。因为伊不爱留在遮，你阁结结合咱台湾遮个原住民做一个过于抗清，吼、哦，甚至阁颁布海禁令，就是你台清的住民袂使随便来台湾，吼、哦，你干那官员若要来，嘛家己会当来呢，带一寡兵马来，但是袂使家眷，吼、哦，厝的某囝拢袂使对来，爱爹阿带台清迄边，吼、哦，啊，所以。迄阵来到来台湾呢，拢是会使讲是海贼、通缉犯之类的，吼、哦。啊，你看，若讲这登山讲有登山讲，无唔对，因为迄阵查某拢袂使来嘛。啊，会罗兰来、走路来，拢是查甫的罗汉卡，迄阵拢叫做罗汉卡。罗汉卡意思是乞食啦，吼、哦。走路来到家，无母无狗无厝，吼、哦，啊，就四界流浪，四界讨食。啊、所以这个登山讲讲来是水准足低啦。OK， 啊，那无登山嘛，就是因为无查某来嘛，吼、哦。所以香港听起来拢对，但是咁台湾拢干那登山讲尔，
啊，咱本土台湾人阿公拢死了啊哟！这一定走来台湾的邓传公无几个呢？吼、哦，咱即马来看这个邓传公来台湾呢，十个内底啦吼，六个爱死伫台湾海夹这个乌水沟，三个留落来，一个看歹徛起带袂下吼，嘛爱去邓里。但是你甲看这三个留落来，敢得活落来？咱来以牡丹社事件来做例。好、哦，1967年迄个时阵，伫这个咱屏东吼，迄、哦那个东海岸迄边啊，海面因为琉球的渔民吼，因为船难，啊，最后60几个为东岸遐爬起来，还、啊、有南排湾族、南排湾族的这个原住民吼。哦因为误会有50几个迄个台死吼，剩12个台无掉的迄、那个，即、這个保利遐有一个乡村遐有一个保利村吼，哦、一个县样的，甲和尚来到凤山府城，啊，尾后甲送登去琉球，啊，这日本政府就向台清抗议，讲现在恁的著名台湾日本的即个渔民。台清甲回批讲，无你讲迄个所在是化外之地，哦，迄毋是我咧管辖的，哦，迄拢翻地啦。日本就掠着即个讲好，那毋是你咧管的吼，安尼我要起兵来甲处罚。台清甲回批讲，哦，迄化外之地，吼、哦，法与不法。由贵国制裁之，你要甲处罚唔甲处罚，吼、哦，你要起兵唔起兵，你家己决定，吼、哦。哦，当然，迄阵日本已经有去德国学一挂陆战的这个战术，找无所在通去用兵练兵实战看卖，真正就派3000个，吼、哦，迄、那个西乡重道的派兵来啊，为恒春迄个下寮遐起来登陆起来。那么就跟我们的牡丹社在这个石门古战场、哦、就在那里修建日本是正规军哦，啊，他有山炮、哦、有步枪正规的步枪、哦、啊，有战术有训练过这算职业军人、哦、我们的牡丹社这些南台湾族他们是猎人而已，他们只有弓箭有长矛最多有那个迄、那个较普通的迄个猎枪吼，安尼嘛，堪咪见干呢？但是咱的高山原住民，就靠做游击战呢，神出鬼没哦，所以日本军团啊，拍个头个听个，好不容易把迄石门古战场迄个隘口攻落来，但是日本兵，我那算惨败啦，安那惨胜啦，虽然赢，但是。太无几个高山的原住民，高山因为尾啊，想讲战略性的撤退，吼、哦，因为知影讲佮拍来死伤会足大，但是本已经死30几个，好，到尾啊，因迄、那个因撤退到深山，但是因咧部落的即个草厝拢许日本兵甲放火烧掉，好，但是过落来咧，要战唔战，咱的高山即个。南排湾族嘛是半暝啊，暗时啊，佫出来甲起事啊，所以脑壳吼，伊也无真正讲拍赢，大胜仗讲台死一大堆人无，啊，所以佫继续伫遐驻扎，但是愈驻扎愈久，日本人破病死愈来愈侪，安那，因来水土袂合，闹赛着痢疾啦，着可乐啦，吼、哦，血崩啊，定着，着登革热，吼、哦，那出血性登革热就死啊。哦，都敢那破病死的，到底下拖要过啊？为了已经死500-600个啊，无烧钱，敢那遐土板板糖好毒蛇加死的吼，都死500-600个。啊，到尾啊，日本政府赶紧跟大清帝国桥去协商，要求讲，你若要叫我撤军吼，你还要赔我50万纽银，大清真正赔呢。好、哦、啊！即马日本兵甲讲，啊，你既然有赔我，好，我就有面子通去转去啊。啊，无迄是算
产生啦吼、哦。你那个你那无紧签吼，无紧撤兵，我们再不过死活就是本兵哈、哦。OK， 啊，所以你家想，这三个留落来，迄中国人无遮个抗体，咱个伫遮个原住民，拢许遮个网党顶了关系关系啊，无解掉呢。啊，你那外围来，吼、哦，袂抗体啦哈、哦。啊，所以这三个有可能我死个剩一个啦。啊，所以伫台湾要留偌济登山工作少的嘛，而且你搁想，当初咱的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呢，是查某的上大呢，所有的经济权拢伫查某的手里。咱咧讲牵手牵手，是这个查某的看到这个查甫的，哎，这个熬做工活，啊，搁引导引导，甲牵动的招做翁呢，叫做牵手呢，所以。以前是有做招翁呢，招你回来做阮翁。啊，那你若工作做不好吼，做工作慢啦吼，啊表现歹就好啊，好啊，你等你早时啊，你出去做工作。这个女主人，把你的行李款款的用草席啊、滚滚，把它下到门口。你做工作回来，你看你的物件款在门口，你就知道你被羞辱了呢。迄阵的查甫的是。做个宽些呢，吼、哦，迄时候做母系社会，吼、哦，所以伫安尼情况下，你讲咱伫个台湾呢，较水准较悬，较好个，较有权威的女孩子，会一看你这罗汉卡乞食，对于讲你真正做烟斗，看到无看你当个做翁会艰苦，啊，所以这当初讲足少个啦，吼、哦，啊，过来咱本土的阿公。嘛，从外因为咱有外族来跟咱通的嘛。你看荷兰来、西班牙来跟咱管，哦，完民政王朝跟咱管，大清跟咱管。咱的阿公嘛想讲，我要来学，因大清的人来做来遮做官，嘛爱统一爱翻译官，所以咱台湾的阿公就会去学。荷兰人来，咱学荷兰话做统一，伊会当互你官位做，有较好的。补贴无你，好、哦。啊，大清同款，你若会晓讲因中国来的官话，就是闽南话，还是广东话，就是客话，会当做翻译官，嘛是好你较好的一个官职，好、哦、啊有较好的待遇，哈、哦。啊，所以台湾人就拢会学外语。你敢想，日本时代五十年，咱台湾的阿公阿祖、阿嬷因是毋是拢学日语，大家讲甲写写叫？迄嘛是要学因的文化，啊！迄因的东西就是皇民化运动，要把咱台湾人教化变作日本的精神，日本人哈，同款这个精神。啊，所以当然因为安尼精神，所以包括即卖少年的台湾人嘛，哦，即卖早期读大学了，讲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就是要美国留学镀金回来。但是大部分拢无转来，早期拢全部转来，吼、哦，拢留伫美国食头路，因为迄阵美国薪水高嘛，够好趁食，吼、哦，好。啊，过来，哦，你看差不多二十年前，日本的影片是咪欠价，吼、哦，一直到差不多五六年前，较晚韩剧，哦，即毛大家都咧笑韩剧，哦，啊，这是。或者文化的入侵呐、啊，好、哦，好。啊，清朝嘛有甲咱台湾人漫画哦，哦，伊叫咱学伊的语文，好、哦，你若会晓的，可你做统一官，好、哦。啊，佫予咱竖官竖省，包括我省判，即嘛竖省，因为我的族人拢拢较爱住伫溪边、水边、河边，因为呐要洗身躯，也是要洗物件、洗衫裤较方便。啊，结果大清的官员来视察时，就问伊，所以那个地方的白毛官讲，啊，因这砖头这做的这是弄生啥？讲无来弄无生，完了，哎、啊，大清的官进入下本，准舒服完了，先讲住伫水边的番，哦，我的判就是安尼来，哦，啊，这有水，下骹阁有蚕，顶间阁发米，哦，判就安尼，哈、哦。袂歹啦吼，啊，其实番唔是外歹哦，
其实咱拢拢是平埔族，咱拢是会使讲叫做原住民，原来主人哦，唔是原住民，还是叫做正港的，若要讲较清楚，讲叫做原住民啦，哈，咱本来是这主人，哈，啊，中国遐来是叫做外来客嘛，哈，外口来，哈。所以咱嘛真侪拢讲唔对，咱百分之咱的血内底，你甲抽个85%至93%，拢总是南岛语系的血统哦，就是无论你是高山还是平埔族，啊，咱有85%至93%的人竟然认出做老爸讲我是中国人，你的基因内底上加是。7%至15%有可能是有中国遐来的血统，但迄占少数啊！你拢无去看咧85%到93%，你竟然咧看迄个7%到15%，你认出做老爸？好、哦，啊你若唔相信，即马 DNA 足发达嘞，你开10,000块去台北马偕医院，你马丽教授哈，伊专门咧研究咱台湾人的 DNA， 可以验，就会当验出讲你有几%。是南岛语系的，几%可能荷兰呢？几%是中国的？啊，但中国嘛不是汉人哦，因为南平、闽南这嘛是属于南岛语系的啊。好、哦，好，啊，过来，高雄市这个高一，伊嘛有咧跟有咧讲验 DNA， 好，你就近拢会当去遐验。OK， 那么我讲一个咧，有一个。台南有一个历史学者叫做李小峰，好，伊自细汉都拢讲乌印度啊，因为头毛去烧啊 QQ， 爱型就是乌印度啊，不阿就烧啊乌，还伊一直到前几年啊，卡开10,000块去哦，迄个林玛丽教授验，验出来伊真正有印度的血统，结果伊查，结果就是讲，伫荷兰时代，因为荷兰来遮就是要赚钱，要做生意，会介趣味哦。台湾竟然有捌曾经有一个公司甲咱灌过呢，叫做荷兰东印度公司呢。咱是有一个公司灌过呢，吼、哦，灌到迄个电线公来，甲伊赶走，吼、哦。啊，因迄当时来就是要带台湾叫咱的原住民去拍啦，掠遐水鹿啊，掠梅花鹿，因只鹿啊要出鹿皮，因为荷兰遐寒天作冷嘛，啊，伊咧做生意就是讲。把咱热带这鹿皮，一定外销去较寒，像北海道、日本、韩国这边较冷的所在，一定把这皮去卖，吼、哦，赚大钱。啊，过来，迄阵糖算足贵的奢侈品，哦，所以需要带台湾拄啊，台湾拄啊，作息啊，种甘蔗，但种甘蔗爱牛来犁迄旱枝高，买迄个甘蔗高，通去种甘蔗。啊，所以为印度。引进赤牛就是黄牛来台湾，啊，爱请印度人，遐赶牛的牛仔爱把遐牛啊赶就船啊，赶到来到台湾了，爱个饲爱个繁殖，结果因的祖妈的祖妈吼、哦，可能就是去嫁着这个印度这个牛仔哈、哦，啊，所以传落来，啊，所以伊较知影伊的身世哈、哦，是安尼 ，OK 。啊！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嘛，要教咱台湾人繁文化，哈、哦，好、哦、教咱日本语，哈、哦，叫咱讲日本语或者国语家庭。你哪样讲日语，讲这国语家庭，哦，迄配给就较好，财务较好，还是税金会较减半，哈、哦，叫咱爱学日本的风俗，哈、哦，穿日本的和服，哈、哦，穿目镜，好不好？我细汉就安那目镜，拢也捌穿过，哈、哦，啊，这就是。日本的文化 ，OK， 好，过来，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哈、哦，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有85%以上的原住民的血统，哈、哦，啊，你啊看，当初荷兰人，迄个电线公甲拍败，所以荷兰人2,000+个人了，荷兰敢那东印度公司派2,000+个人就来管咱台湾啊，哎，阵。电线公是25,000名的这个军马哈，来个拍荷兰，拍了半年外，
较荷兰、较导航回去，吼，佮正和平的回因迄个雅加达，吼。但这些政治王朝，迄个私人佮出卖，吼，所以大清佮灭掉。啊，这两万几个、几个呐，台死的无讲，台无死的拢掠掠佮等于大清，所以嘛无留偌济政治王朝的人，除非讲走去山咧、山底避开，找无。过来大清甲午战争，建树日本。换一本大一本帝国来，大清的人，迄阵马关条约有规定，限你两年的时间内，你原来住伫台湾，即大清的居民，你考虑就好。你若无爱我管，无爱做我日本的臣民，两年来你变卖你所有的家产，你会将等于恁大清帝国。两年到你无走的，我就甲你当作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来甲你管理，吼。好，啊，即马来换大日本帝国去予美国，牵两粒原子弹。迄当时，1945年的时，台湾已经有30几万人的日本人来咧治理台湾，哦，啊，这30几万人，拢伫蒋介石的要求之下，遣送回日本，哦，啊，所以嘛无留日本人落来，啊，所以你注意看，即几个王朝，荷兰、第十王朝。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遮个人拢等于，所以无留偌济外国个基因嘛。所以咱个基因85%以上，拢总是原住民南岛语系啊。哈 ，OK。过来日本时代，台湾人个户口成本，即马奈有足济拢为乌，拢安尼甲你做乌。日本人做代志足顶真，一步一卡印。大清帝国甲咱管200几年，无做啥物户口的这个系统，是大日本帝国来为着要好啊治理台湾，所以开始用户口制度，哈，每一个人拢爱登记伫户口内底。啊，即嘛，伊爱该调查讲你是对一族的人，哦，你若会晓讲河洛话，甲你写福，福建的福。你若会晓讲客话，甲你写广，就广州、广东迄个广，啊、哦！但是你莫误会讲哦，那写福的就是汉人，还是广，还是汉人，错过。你若敢若会晓讲河洛话，还是敢若会晓讲客家话，诶，所谓福广，这个人其实嘛是平埔族的，只是你已经未记你原底你去族，看是哦道卡斯族的。陶祖苗即个道卡斯族，你不要讲你原地恁的祖语啊，敢若要讲客家话，伊甲你写一个广，吼、哦。其实你是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吼、哦，袂记你阿嬷的话，还是妈妈的话，吼、哦。同款，过来，你若会晓讲你即族的话语，哦，比如讲西拉雅族话，你也要讲，伊就甲你写俗番，吼、哦。啊，那山顶。歌刷，因就写生番哈、哦、生，啊，我够台湾人又分青甲色个，哈、哦，啊，我这高分色个，哦，超会打，哈、哦，啊，所以你莫看了，啊，伊要甲你做乌，就是讲，无让你知影咱的身世，中国国民党无爱让咱知影讲，哦，咱原来是原住民呐、啊，咱是这个头家啊，啊，你新儿要来管头家就歹管啊呢。啊，最后你拢唔知恁的新闻，吼、哦，拢甲你说，伫1946年，吼、哦，到1945年日本天皇倒亡，差不多4个月后，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甲咱所有在日本籍的台湾人拢，或者划归为中，伊讲或者光复啊嘛，回归祖国，拢中回归或者中华民国国民，好、哦，是安尼来哈。哦啊、所以伊要安尼甲咱怪，啊，咱拢共国个啊，啊，咱共国，咱就爱乖乖听伊话安尼，吼、哦。啊，所以因中国人来，就要教咱讲，咱来教孔夫子个吼，即、哦這个儒家思想，吼、哦，啥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伊拢做君，啊，拢做咱拢做臣，咱爱个服侍，啊，父父子子伊拢做老爸，咱拢做囝爱趁好食。安尼，甲今咱就是安尼啊！哦，我
我在讲台湾猪问题。我做细汉，我边啊就是鸭条、猪条，阮要食这肉吼，都要有亲戚朋友来。我妈妈靠抬鸡抬鸭呢，无要食鸭肉困难呢。包括要食白米饭啊困难。那讲到这，我都脑梗要停个，安那。我细汉要食白米足困难的，因为我拢食番薯签较济，甚至爱食迄帕加叉签的，爱做滴拢臭香啊，煮了拢一个臭味啊，嘛是爱巴肚枵嘛爱食落。我读初中，我若要带便当，就爱透早来看阮的鸭有生卵无，那有捡一个，我妈妈煎，安尼就两人啊炸便当，啊那无是配菜脯，配咸鱼啊，啊拢即款的。那亲戚朋友、亲戚来收菜吼，比如我阿公来，我的外公来，还是我阿姑因来，抬鸡抬鸭，啊煮白饭，白饭铺伫顶悬，啊当然嘛是人客先食，食了我往去食，我嘛是个含几签，吼、哦，啊所以，前几年我家己有种含几，吼、哦、啊生了我煮了袂歹食，我就甲阮爸讲。把我煮番薯饭给你吃，好，我们爸去避免，好，唔通唔通好，迄阵食足济呀，惊着呢，唔是我惊着呢，我爸嘛惊着，但是我爱食吼，因为即摆食番薯饭的是好野人咧食，我甲你讲吼，我知影我这无毒的啊，吼，无像即摆哦毒品一堆吼，内底乌白个人，啊所以。我煮的是我的头乌卵个藏伫饭内底，好，好食，伊食着，哎呦，哦，即马番薯即马真好食，即马我家己吼，骑脚踏车来，我拢就讲，啊，你个番薯田伫底，我挽一寡转来种啊，伊家己，我有留一个，迄落，伊家己，阮爸个地啦吼，伊家己留一个地，差不多百外平，家己咧种，家己菜咧食吼，你看，时代进步啦吼，啊，但是伊迄个。对迄个番薯签迄个恐惧吼，要个低的哈。现在广告也来叫回来哈，好来。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咱拢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这真中华民国绝对唔是咱的国，咱的国家叫做大日本帝国。啊！真侪台湾人，即六十八年来，迄个国民党甲咱教育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即那美国人，你甲讲，你是美国人，嘛是英国人。美国人讲你笑的，吼、哦！啊！你若甲新加坡人讲，你是新加坡人，嘛是中国人。新加坡人讲你笑的，吼、哦！唔是啦，吼、哦！即嘛就是讲，咱用洗脑，所以咱内底底做着笨蛇。唔是讲来遮三工就完全清得了，吼、哦！六十八年粪扫山，你甲想啦，像内湖迄个啊，迄、那个粪扫山，最近讲开八年，较清完，即马咧做工啊。好、哦，所以你要讲六十八年根深蒂固的毒伫内底哦，要清吼、哦，你得要作注意吼，爱、哦、好啊看清，你爱买咱秘书长所写的册吼、哦，好啊了解吼、哦。啊，你若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规讲我是人，嘛是狗。好、哦，你有诶，那人伊那咧讲伊是中国人，伊讲，那你诶朋友咧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无啦，你是人嘛是狗，因为咱拢原科诶嘛，拢讲一科诶啊，人原科诶哈，不、哦，啊，咱个伊陈文林2008年，迄阵马英九咧做总统啊，伊来台湾做咧。你看，迄当时为桃园机场来到台北市，沿路拢袂使有中华民国旗啊出现，所以马英九派中华民国警察咧收国旗，咧甲民众抢旗啊、压落压旗啊，搁当落粪扫啦。嘿，啊，咱台湾人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戆戆咧，吼、哦，一挂人都去咧提咧中华民国迄车轮旗出来咧捍卫中华民国。你讲这个阮国家的代表旗，那会使？你从陈文林来，阮都要修改。说你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咱台湾人唔得爱讲，因中华民国
建材都在修咧，啊咧单本做人，咱对做位修做位单本做人，结果咱唔是，佮去本做人佮晓得，佮救开讲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这就是台湾人去学教育了他个叛逆啊！啊，等到伫台北市内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啊，遐个什么爱国神经病的遐吼，因咧个啊，建人中华民国建材咧个保护，惊咱台湾人。去甲抢机啊，甲放回收。吼、哦，迄大老大哥的机啊，互放回收，这代志大条，所以要维护好、顾好啊。那、哦、因中华民国不来，咱来呐，吼、哦。咱啊对咧等，过来咱以英国迄个去年伦敦奥运会，本来伦敦的区因挂这个有一个中华民国车轮机啊，伫遮，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伦敦奥运抗议。哦，啊！你讲你那无用奥运模式，用五环旗，有迄个梅花的五环旗，你那个挂国旗，这个国家以后我消灭了，你那咧挂野旗啊？抗议了，准甲收起来。啊，你看，那个小台湾人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哦，包括电音三太子嘛，安尼。这电音三太子是伫高雄办2009年四大运的时请来哈。啊，即嘛嘛走去伦敦咧发。讲花中华民国的车轮旗哈，讲咧向前冲，啊，遮侪台湾人是毋通头个歹，哈、哦，因为台湾毋是国，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哈、哦，啊，这国家民族的错误的认同的始作俑者，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伫伊个台湾前途决议文甲你讲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欸、本来李登辉咧讲的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要个对的呢。你也当位啊看个，就是中华民国招来伫台湾，是为别个招来，不等于台湾呐、啊。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啊，即马阿扁啊，甲为了要选2000年的总统，甲改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对，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对啊，白白甲台湾。准上我中华民国，本来咱是堪咪坎坷奈啊！伫马关条约，你代签等于卖人去啊！你袂使讲恁阿祖，还是恁阿公卖人啊？你即马甲你讲，迄当初是阮阿祖的，迄较早阮阿公的，你要讲妥？会使啊！看要提钱来买，还是付出什么代价嘛？袂使干那用讲的吼！讲台湾古早是阮中国的啊，这无只合理。迄、那个法律讲啦，哈，或者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即白白奉送台湾主权和中华民国，哈、啊。台湾人伫2011年的10月11日，伫高雄市的罗岗公园嘛咧讲，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唔拿出卖台湾变作中华民国，连这个政府也讲号做台湾政府。这个政府它是咱台湾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嘛，是外来的嘛，外来的。啊，咱拢用讲翻，啊，你甲注意看哦。伊所谓中国人，还是满清的人咧讲咱翻，就是讲咱是外国。啊，你甲想，咱做的农作物，拢外国进入来。引进偏见，你要讲番石榴，我觉得番茄嘛，我觉得番梅啊，番薯哦，番薯啊，嘛是番，这种荷兰时代就引入来，个番啊姜有无？辣椒啊，番啊姜有无？个切出来倒下头，番啊花，这种叫做番嘛，这种外国来的嘛，伊会叫咱番，就是讲咱看明。跟台青不同国啊，对不对？比如讲，因台青的人咧讲，迄个荷兰人讲红毛番，是无？红毛番就是迄几国国人啊。伊既然讲咱番好，真好，阮拢种番，对，阮跟恁无同国。哦，恁拢像迄个王圣人，迄、那个叫王建先拢干专的咧，哦。伊拢去做圣人啊，我拢做番无要紧啊。结果咱的番是较有，咱较高义，较爱和平吼、哦。其实你看，
咱的原住民，因咧伫咧猎场过着和平的日子嘛，好、哦，应该伫领域应该咧管。古早你敢有咧听什么土石流？是中国人来了，下死命讲山顶的好的茶，很多机拢一直找，一直外销，一直卖出去，啊，拢卖伫因家己落地下来咧较济啊，好、哦，申请一百家，拢差不多凑到要一千家去，好、哦，迄种官商勾结。过来，咱真济吼，过去讲唔对话语吼，名词，咱来改，好好甲改过来。好，第一，讲外省人，即句都唔对啊。你若有外省，啊，咱变做本省，台湾叫做本省嘛。安尼，咱才变中国一省。安尼，咱就用怪异啊，吼，爱叫做中国人。因遐走路来，拢叫做中国人。卖个讲叫做外省啦，过来卖讲专省，爱讲专台湾，袂使讲台湾国哦，袂使讲全国哦，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你袂使讲台湾国。哦，干来听讲专台湾，哈、哦、，OK。你若讲专省，咱嘛是人个一省，哈、哦。过来卖讲大陆，卖就讲叫咱爱称呼那边为大陆，这大陆是语义不清啊。因为在这个地球有五个大陆啊，哦，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欧洲大陆、亚洲大陆、澳洲，哦，个非洲，非洲大陆啊，你咧讲这个大陆是对一个大陆啊，哦，咱来讲啥，嘛是爱讲中国，应该你是一个国家嘛，哈、哦，过来，嘛莫讲省德，爱讲啥？有人要知影无？啊？国道唔是国道，如果是一个国家，咱台湾唔是国家，啊叫做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线是日本人替咱开好的，铺桥造路，吼、哦，吼、哦，譬如像迄西罗大桥，我、哦、迄当初是亚洲上长的桥，吼、哦，啊，这叫做台一线啦，哈、哦。OK， 啊，省都无外省啦。你看，你那车无加油，我那袂走啦，对不对？所以莫讲省道，无改省啦，哈。讲第一线，过来讲偷渡客，偷渡就是犯法的行为。好、哦，因为平潭，中国的平潭，坐船啊，为金田鸟屿港起来，还是为屏东的枋寮啦哪边啊偷渡起来，抓到。啊，因为迄阵的警察的高官，拢中国人。迄阵差不多，那局长分，拢分局长，拢差不多中国人，副局长较台湾人。啊，因抓到报来，哦，啊，这家己故乡来，这人客，讲叫做偷渡客。其实你若偷渡的，拢爱叫做犯，犯法就是犯人嘛。那我，啊，无咱即摆遐犯罪，拢叫做刑事客。咱拢即马拢个叫做刑事犯嘛，犯罪就是刑事犯呐、啊，哦，所以袂使叫偷渡客，哦，即顶玩家咱拢爱改掉，哦，大家讲个惯习得啊，哦，当初阮三年前开始直接询问开始，你若讲外省人，还是讲中国，嘛，甲大陆讲，甲中国当作大陆，阮来罚一百块，啊，所以阮心内有一个前提，阮即马改革讲来变更加顺啊，袂去讲红的遮，阮拢会讲伫绿的这边哈。OK， 好，啊，咱来分析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这个鲍威尔就是参加这个伊拉克战争的这个指挥官，尾仔做甲美国的国务卿嘛。啊，伊伫2004年十月二五，吼、哦，伫北京。哦，记者甲问，甲问讲啊，台湾即卖地位啥款？哦，啊，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伊是安尼讲。哦，这是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美国人要来台湾嘛是爱有 passport 才会这样子吧？好、哦。啊，但是美国佫用台湾关系法，这个是国内法，
来咧管台湾。好，所以我甲合作境外的国内，是美国的境外，因为爱摕护照才会当来。啊，伊个用着咧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咧咧管台湾。啊，比如说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马是台湾伫咧当局代理管理中，哈、哦，啊，即咱来了解，即咱台湾的地位是安尼，哈、哦，好，过来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哎，达到啥物标准，你才会当工作一个国家，互咱看，有四项，第一，爱有领土，爱有人口，爱有政府，爱佫有外交权，哈、哦，啊，咱来看台湾国是毋是有这四项？台湾国敢有台湾这块领土？无呢，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哦，所以无领土。有啦，有人口。歹势，咱即马摕拢中华民国身份证，哦，所以这嘛毋是台湾国的人口。过来有啦，阮有政府。歹势，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即马连美国都无甲承认，即马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哦，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的国务院有通电，和各美国驻外使馆，未使阁伫公开场所跟中华民国官员做伙开会，做伙食饭，吼、哦。过来，讲有啦，阮有外交权，阮有交23个小朋友的国家，歹势，你甲遐个国家的建交公报摕来看。结果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跟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国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嘛唔是国家，所以阿扁啊，伊做中华民国联邦总统了，伊讲啊，过去咱拢用中华民国名要申请加入联合国拢无多，啊，无过去咱即马换改用台湾的名要加入联合国，敢会通？未通啊，因为你把这文件送去联合国的秘书处连看都不该看，就随给你退件。因为足知台湾的地位嘛，台湾都不是国家，联合国是以国家的这个规格哈，你爱变作一个国家，你才有资格加入哈。看起来咱改成拢有啊，就敢那讲一只狗。你个身躯都清气清气，我那个穿西装、拍领裤带、手牵的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请身份证。台湾即卖人讲，我要加入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啊，就是这个经验。你要个是狗，还没有进化做人，就袂当去请身份证。啊，你都要唔是国家，咱即卖就会在讲类似准国家啦。买人有人，买政府有政府，但是名拢，迄啰牛头不对马嘴啦，吼！看个改成拢有啦，其实拢唔是你个啦。所以咱刚才上届人讲，你是一个准国家呢，就咱还袂进化做国家啦，吼！所以还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过来，讲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这逻辑。那这逻辑会通哦，来，你来看，啊那安尼，啊拜迄个释迦牟尼佛，啊拜佛祖的，拢印度人，啊是拢西藏的，西藏人，吼、哦，啊那信耶稣拢以色列人，啊是美国人，吼、哦，啊那用汉字的中国人，日本嘛咧用汉字啊，哦，韩国较早嘛是用汉字啊，哦，所以较早因有这汉城，即马改做首尔，吼、哦。所以这逻辑未通啊！哈，啊，你呐用英语的，敢拢英国人？菲律宾拢用英语啊？啊，加拿大嘛拢用英语，敢那魁北克可能唔是呢？哈，啊，所以这逻辑未通啊！哈 ，OK。过来，咱来讲是安怎？咱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好，啊，咱这我拿来用日本的琉球做的，日本。美国的尼米兹上将率领伊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伫1945年四月初去拍琉球的时，甲占领，就是成立琉球海军军政府，哈、哦。了，伊较交予陆军，哦，叫做琉球陆军军政府，哦来管理，啊、哦。是安怎？
伫军政府下骹爱阁成立一个民政府，就是讲，因为美国人拢美军拢讲英语啊，日本琉球人拢讲日语啊，第一话语袂通，过来交通规则无同，就是讲日本人是左迄、那个左去右回嘛。你看，包括咱即卖铁路，日本时代甲咱留落来，即个铁路嘛是左去右回，包括佮即卖高铁嘛是左去右回，好、哦，包括就因个车，因个韩道路是正平，美国人个韩道路倒平，啊，塞车都不是小龙，作者纠纷呢。所以伫安尼情况下，你一定爱伫当地成立亲美个人士，即个士绅。来做一个琉球民政府，啊，因嘛三权行政、立法、司法，有这三权，哦，因会当立法，哦，来管因家己的琉球人民。但是因做立法，爱送哦美国军政府审核。美国那军政府看讲这无损害我美国的利益，好，予你实施。但是你实施的当中，来发现讲，这有影响到美国的损害到美国的利益，伊有最高的权力，或者高权。给你废止吼，这条袂使废掉，废止掉，吼、哦。啊，所以这就是讲咱即卖呢，许美国军事占领，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啊，以前美国拢打迷糊仗，用巧妙的模糊吼，条件无甲咱成立，咱台湾人家己的民政府。哦、啊，所以造成咱台湾人。拢是二等、三等的国民安尼吼，的待遇。比如讲，咱拢咧做奴隶，咱咧拢咧趁咧饲只移民啊，吼、哦。啊，咱较早拢讲伊做老外嘛，其实讲老外嘛唔对，讲咱就做汉籍啊。诶，咱是本地的本省的呢，蚵仔是本省的，咱应该叫做蚵仔对啊。啊，因是外来啊，因照讲因来叫做番呐、啊，吼、哦，对咱来讲话，因叫做番呐、啊，吼、哦，因叫做番薯啊，番薯啊较细，我较大条，这就是咱拢搞不清，只那蚵仔甲番薯搞不清楚啊，吼、哦，咱拢讲伊老蚵唔对啊，伊爱叫做老番薯啊，吼、哦，咱是蚵啊，吼、哦，好，啊，咱来简单介绍2006年咱。秘书长邝美安做一个简介哈。2006年的10月20日，林志升秘书长伊带228个去控告美国，哦，啊，这代志大条呢。一个民间的人士会当告美国政府、美国的国务院、哈、哦、国防部、白宫。你看，但是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伫2008年的3月7日，这中间当然有真济攻防啊，哈、哦，律师。甲美国派出来，国务院派出来律师伫法庭上有真侪讲话。啊，我简单讲，到2008年3月18日，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哦 ，people of Taiwan， 这是本土台湾人。那 people on Taiwan 就是讲住伫顶管这些人，就包括中国人走落来遮，哦，啊那 of 就是讲它属于咱本地的住遮，哦，啊因为电话你的权利有限，所以讲咱了个会当上诉。啊，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因为美国签了关岛条约，一礼拜后，咱的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好，伊讲，迄个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甲伊的后代，因为宣布投降迄天，中国兵拢也袂去哦，麦克阿瑟甲派来，所以台湾拢是本土的台湾人。迄天。你那所以咱那要签台湾的身份证，拢爱要求讲，你爱签到日本时代手下迄张的户籍成本，吼、哦，开张本州你或者本土台湾人，吼、哦，包括伊后代，哈、哦。好，到2009年4月7日，阮阁上诉嘛，哈、哦，咱阁上诉。美国的联邦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哈、哦。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领域当中，啊，你会讲，嗯，那有政治联络当中，我看阮都住在袂歹，我有车，有厝，吼、
嘛有通啊食吼，要食较好来餐厅食拢有，哪有啥物伫政治呢？但人啊伫欧美的标准在看咱台湾，拄啊像即马咧看中国同款，啊是咱咧看北韩。北韩，敢那因金正恩伫过年过节，当因遐北韩的人民几只冷冻的鱼啊吼，好，韩国人遐北韩的人安尼感激涕零啊，哦，下注量温啊，有无？啊，因欢喜干哩，安尼因就足满足啊。但伫咱的眼光看，哦，北韩只遐人可怜，凶。拄啊像阿扁阿讲的，我是关伫1983坪啊，86坪。啊，恁是关伫较大间尔啦。我对你讲，咱讲咱关较大间，同款北韩的人嘛是关伫较大间尔。好，讲意思。我说咱是生活伫政治联合当中，那伊欧美的人咧看咱台湾，咱真介济人心中还佫有小警钟，哦，还唔敢骂政府啊。啊，当初伫这个地方发呢，头一届。10月20日，咱上镜了。联邦的美国的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甲咱收镜，咱秘书长就讲：哎，咱赢一半。甲咱收镜，咱秘书长就讲赢一半，啥物原因？伊敢甲咱收镜，就代表讲美国的司法部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既然有司法管辖权，就是因为你有占领权，你有军事占领台湾。这个权利，所以你靠这个权利嘛。哦，所以咱找到主人，不然他无必去各英国。较早有中美印发书，这拢是当初的盟军的较大声的啊。吼、哦，咱他也无去甲英国过，无去甲法国过，无去向苏联过，咱独独去甲美国过，就是因为美国是咱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太平洋战区。来打台湾的独独独一个国家叫做美国，所以是美国以主要的占领全国哈。好，过来咱搁上诉，伫2009年七月这边，咱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伊嘛甲咱受理本案。这是第二次见到咱本土台湾人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哦，伊是战胜国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的宪法，咱来提出这个告诉。好、哦，我、哦、这公函，你拿，我啊看咱秘书长的，那个新台湾论来的让我写了哈。啊，我这简单写讲的。过来，到2009年八月七日，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伊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什么意思？就是讲伊知影佮辩论输啦，哈、哦。佮变得做侪闹亏代志，龌龊当初伫台湾实施一寡龌龊的政策，拢会许咱秘书长个掀开，啊，所以赶紧放弃抗辩权。这说明着讲，美国法律所讲个，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伫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个告诉佮叙述个法律个见解，拢总完全正确，国务院全部确认。啊，到结果各位，十月七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跟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好、哦，啊，这就是讲，美国若要甲政员交咱，咱也未准备好，连美国本身嘛也未准备好。但是自安尼了，美国的国防部一直咧看南韩、看日本、看菲律宾，拢一直咧演习。因为呐，那联邦法院那个提出来信。讲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阿强啊，若要变面，无要紧，我美国军事设施拢准备好啊，哈、哦！啊嘛，希望讲咱台湾人赶紧组入咱这个台湾政府训练一挂接收人员，哦，咱家以后就是要接政权的，哈、哦！即卖伊咧各自本人在咧等，我那咧等人，嘛咧等美国准备好，哈、哦、，OK。啊、所以2010年七月七日，经过协商，哈、哦，台湾民政府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挂牌运作。啊，你注意看这个七月七日，菲律宾伫1946年啊，1947年，伫美国的
1946年，嘿，伫美国的协助之下，互因独立建国成功。7月7日，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7月7日。啊，你甲注意看，咱挂牌嘛，7月7日，哦，这意涵嘛真深哦，哈、哦。好，过来9月7日，双方协调嘛是伫美国华盛顿 D.C. 世纪饭店举行挂牌庆祝酒会，哦。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哈、哦、国安部，拢总有派人来祝贺，哈、哦。美国的差不多正百个，啊，咱台湾有差不多80个，哈、哦。啊，这是世纪大会，这世纪大会是足有名的。所有美国的政治事件开记者会，哈、哦，啊，是美国政府什么特殊的事件要发布国际记者会，拢伫遮开，哈、哦。啊，这咱嘛伫遮开。啊，你甲注意看头拄。这个九月七八，这嘛都有意涵的。迄天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的日期，1951年的4月7日，啊，九月七八哈，说签署日哈、哦，这嘛做艺术的哈、哦。表示讲，伊即马要回归，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要好啊来处理台湾哈、哦。咱来回到《旧金山合约》迄个历史原点哈、哦，来处理了哈。哦好，啊，这，咱即马有收音要3000个啦，吼。好，啊，咱伫2011年1月25日，咱有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个草案，送予咱的参议院通过，吼，嘛有送予美国政府做报备，做合法本土台湾人公民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咱要发咱的身份证，是爱依据这个做法源。咱这不是黑白发的哦，咱这还要送予美国审查哦，哈、哦，咱有送两届，其中要拍倒转来，哦，到第三届送伊就较完备啊。美国讲好，安尼你也使公布实施哈、哦。所以咱经过委员会通过台湾权利法案，请咱的主席公布实施哈、哦。所以咱即马有这个法人，咱咧签这身份证哈。好，过来2011年。12月20到23日，咱有做105个内阁成员去日本参访，靖国神社祭拜，39100个咱的台湾英灵，吼、哦，啊，这就咱翕一个纪念照，啊，这就靖国神社，吼、哦，啊，咱去是许以政府的规格，咱给咱接待，吼、哦，一般日本人是到这经典拍两个扑克，行一日，安尼算祭拜煞，吼、哦，因为我来等伊，吼、哦。咱是要邀请你去撤店，好、哦，底下休困，好、哦，啊，等您来店中店准备好，咱个咱的原住民，哈、哦，底下跳健步，然后底下念一挂这个祭词，哈、哦，啊，过来，哥你要到将来店内店，你要个祭拜，哦，这会使讲台湾头一届有安尼遮庞大的团体，你要祭拜咱家己的。台湾英灵，哈、哦，过、okay、来黄基电馆，啊，几啊百年来头一届，当时出现日本旗甲台湾民政府旗，过去干那这支旗也当出现呢，但是咱特别，啊，咱台湾民政府也当立，哈、哦，这是破天荒的啦，哈、哦，好，啊，那么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伊的未来变怎，啊、哦，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拢已经裁撤啊。现在已经没有陆军总司令部了，没有空军总司令部，都叫做改做陆军指挥部，只有剩指挥部而已、哦啊、现在215,000的兵力要把它裁到剩一半、哦、差不多剩120,000人、啊、这刚好差不多跟日本的自卫队要变一个人、哦啊、同时美国的军事政府会入台湾、哦、现在内湖金湖路102美国开要60亿，好、哦、台票，去这个，伫美国的大使馆来比，咱才排伫第二名至第三名，好、哦，咱台湾遮细个哦，竟然是美国开遐济钱，去这个，这基根本是一个军事指挥基地啦，哈、哦，这是一个东亚一个电战作战指挥中心，哈、哦。啊，过来！那中华民国因这流氓政府这人员爱出去金门还是马祖，
啊，无就是福建的平潭岛，吼、哦。因为金门妈祖也无够大，啊，有个人要刷登去中国，因为这难民，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盖盖跨承受啊，哦，像你个叫你个中华民国消灭掉，爱逃难出来，这难民你爱个收登呀，哦，啊，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那惊呢，哦，这人来台湾。已经有享到享受到民主自由法治的这个洗礼过啊！啊，那去等于我全中国26个省吼，哇，满世界拢搞新兴点火，拢蔓延起来啊！我到国民那么共产党我来倒啊！所以以前伫平潭岛起一个社区集中看管吼，恁、哦、若要等下中国就是来遮来平潭岛，好、哦、，OK。那么，现在我们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这代志大条哈、哦。咱过去的观念拢讲啊，咱若台独阿强也要甲咱拍，歹势唔对哦哈、哦。咱来看，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哈、哦，叫做佐利克，伊所讲的，伊讲伊伫美国的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讲，这个听证会来在讲的。讲，让我来清楚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你做一个美国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把台湾、把台独、把战争直接挂钩，吼、哦，这过去是足罕见的，吼、哦。OK， 而且伊讲，这是因为，让我把话阁讲较白嘞。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讲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好、哦、爱来拍台湾，这是美国爱拍。你爱记，咱台湾这个土地要够有两个头家，用较简单的讲啊，一个叫做有所有权证的主人叫做天皇，第二个就是债权人美国，因为你大日本帝国，恁天皇下卡这人，搞我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损害。太多人力物力，哈、哦，生命甲财产，这个战争在你阿袂嫌我，好、哦，阿、啊、你要搞独立出去，你等于讲，这块土地都抵押伫我银行内底，好、哦，阿、啊、你竟然要搞这块土地卖予别人，你无先来搞我银行清算，你无搞这个债务清清楚，好、哦，搞抵押涂销，阿、啊、你就要搞我提去卖，好、哦，袂使啊，哈、哦，所以。变成美国要甲咱拍，吼、哦，所以台湾若要独立，唔是袂使，但你咧一步一步来，照步来啊。你爱问讲，啊，这个债务还清未？过来嘛爱问这個主人讲，啊，你要卖我无？要给我独立出去无？你拢无去问美国，也无去问日本天皇，啊，就一声要甲这民间共赶走，吼、哦，这无合理啦，吼、哦。哦、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吼、哦，啊，大家都来可能也真忝，吼、哦，啊，我时间到，我就先讲到这，吼、哦，明仔我还有明仔还有短短的时间，话，我再过来甲各位介绍。